看这是啥宝，我们鬼椒面。有的人说吃火鸡面都感觉不够辣了，你可以试试这个鬼椒面啊。我这是两桶，哎呦妈，这两桶的量也不少啊。然后咱们放料包，它这里面酱料包一盒里面一个，然后还有两个辣椒油包。这酱闻着挺香的。哎呀妈呀，现在我都能闻着那股辣味儿。我给它搅拌均匀。料都在这块儿，看着没？掰个封面，我先尝一口啊。嗯，够劲儿，绝对够劲儿啊！特别能吃辣的，我建议你拍这个，21.9块四桶。哎呀，27.9块六桶一箱，啊，绝对够劲儿。适合我的口味。我这盘子有点翻拌不均匀，来个封面，把我辣蒙圈了，宝宝们。直接上头。太爽了，吃火鸡面都觉得不过瘾的，你就拍这个，这绝对让你一次就过瘾，辣的都下面有链接啊。哎呦我天哪，不行，我得喝口水去。